跟你们打招呼呢。他被我的绝美英语吸引了吗？低头本的是那个摄影师的那个小鸟是吗？对。哦，我之前去那个地方拍证件照的时候看过他。好的。哦，注意屁股，乖。哦，我有馒头，你吃吗？大耳朵，你吃吗？你吃吗？拿给你啊。给你包。给你包。要吃的呢。好吃鬼，看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又。我们是买这个馒头。蛋，小蛋吃、哦，吃吗？吃吗？他叫小丹哦，小丹，啊，给你了，他给你哦，给你换哦，谢谢。你这么大吃得掉吗？他给你换，哎，他一直存在嘴里吗？吃得掉吗？这么大，这是存在思考走啦，啊，走啦，他一直存在嘴里的。这么有心意，我是不是该给他快下来？藏起来了，而且没有口水。